哎呀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去吃饭去了。啊，现在的日本你看看啊，这个疫情那么严重啊，还有那么多人呢、啊。哎呦我去！武则天意在帮助一个中国刚刚过来的小妹妹在问路，哎呦，被美女搭讪了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日常，日常，哎呦，又是被搭讪的一天啊，哎呦，今天找一下化妆品，男士的化妆品，我找一下在哪呢？这是梅田的大丸百货那个化妆品专柜。人不多，也没有中国游客过来买，这边生意冷冷清清。行，好，在这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这个牌子，就这个牌子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。我要买的是应该是这个眼霜，要买眼霜，用完了。看一下有没有新款。你要跟他说眼霜。Ice cream。哎哎。我都不知道眼霜怎么修人呢。你好。三一二三。是小瓶的，我记得是。说了吗？看看是不是这种眼霜？不是，好像是这种包装的，这种包装。この缶。不是蓝色的，是这种包装。この缶。啊，这个不是男性的。啊，我上次买的就是，就买了两瓶全用了。就这有。那怎么？男性是这个。男性。他说这是男性的，上次买的是女性的。他说不会吧？我上次。これは男性女性。都可以用的，这都可以用是吧？但是那个可能更专一点。啥意思啊？这个是男，这是写着男，嗯，男。这个就男士用。他这个说是男女都可以。那我就用这个，还是买这个。让他用习惯。对对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大丈夫です。なんですが、やっぱり男性の目元とかって皮脂が出やすかったり、分厚かったり。是这个。是这个。嗯。那。就こっちの方がフレッシュ感だったり。我用过。哪种好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还是用瓶装的比较好，过期了，挤不出来了。怎么样？这个我用过。OK this， 用这个是吗？对对对。啊，今晚我们去你。哎，哎呀，买两瓶吧，不太值。来，啊，叫这位美女帮我拿啊。这个牌子龙哥是一直用的，用了五六年了吧？其他的不用了吧？不用了。
好了，总算找到了，否则我还得叫其他人带我来买。还好今天有胡哲，感谢感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还是没人啊、哦，没旅客就没人，你看，人好少，都站着闲聊呢。哦、我知道知道，这是小的，这是大的，嗯。有吧？没有试用装，你买的多可能会有试用装，你买的少的话应该没有试用装。涨价了吗？要涨价了。哦，要涨价了。9月27号涨价。9月27号涨价。保质期是多少？你看一下保质期。可以的话就买。对，快过三年。对，龙哥，你这一只用多少？我一般很快就没了。那你买三只呗。那就买三只了。你问他一下，买多少才有那个送礼品呢？你买都买了，总要有点礼品吧？没有。中国人的心理就这样，就是买。反正你要用。有没有礼品？一部分。部分礼品。一部分要涨价。啊，一部分要涨价，不是说单单这一个东西涨价。三挂，三挂，那就买三挂。想要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个。哦，那太厉害了，我是一方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会，但是突然问了。胡哲，天意，天意，你要买吗？我送给你啊。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他送什么玩意儿？洗面奶吗？化妆水？爽肤水吧？爽肤水应该是。这个好，这个龙哥还是买这个眼霜，涂在眼部的。随着年龄上去吧，会有眼袋，这是去眼袋的，特别好啊，推荐啊。好了，最后买单三瓶，送一点小礼品，嗯。好了，分享结束啊！龙哥总算买到了化妆品，买到化妆品我就可以用了，对吧？再说要涨价了，我就买三瓶啊，买三瓶，三瓶。好了，分享结束，拜拜，拜拜了啊！好了。回家回家了，去吃饭了，吃了半天竟然买化妆品了。啊，这是迪奥的化妆品。这是半扣吗？看样子半扣也要涨价了。十月份好多都要，十月份都要涨价吧？应该。对啊，现在九月。要不再买个洗面奶，饭扣洗面奶。啊，饭扣洗面奶，我都用饭扣的，其他我不用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好，反正就一直在用这个牌子洗面奶，里面有。不好意思啊。洗面奶，饭扣洗面奶。现在中文导购都没有了。自从疫情来了之后，
就没有了中文导购，全日文导购。好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好像是大字。对对对，大字的。越南也要几只啊？一只够了，有的用了。啊，买一只吧。嗯。哎。就付钱吧。十月份后，所有的化妆品在不同程度上全部涨价。